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52页，352页倒数第五行，从世尊这儿看起。世尊指释迦牟尼佛，净隐疏月，佛居众德，为世尊重，故号世尊。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知道，佛具足圆满的德能，也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没有想到自信，本来具足。具足什么？具足万法，一样都不缺。万不是数目字，是代表圆满，没有一样不具足，这是自信的。正是大乘经上常说的，心外无法，法外无心，一切法都是心变。华严经上佛说的很具体，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他把万法一切法分三大类，第一类是智慧，第二类是德能，第三类是相好。相好完全是从物质上说，德能里面我们今天讲的精神，起心动念，精神这一方面的是德能，物质这一方面是相好。现在科学家也分为三类，第一个能量，第二个念头意念，第三个物质，分为这三大类。大乘经里面称为
阿赖耶的三细相。啊，科学家讲的德能，讲的能量，阿赖耶的业相，啊，精神念头，阿赖耶的转向，物质是阿赖耶的境界相，啊，都分为这个三类，这个三类是自性本具的，不是从外头来的，所以经上佛常说，一切法从心相生，这一句话被现代量子力学家证明了，一切法确确实实是从念头生起来的。啊，佛又说境随心转，啊，境是环境，无论是物质环境是精神环境，都是从念头转的。啊，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美好？是我们自信、纯净、纯善的念头变现出来的。啊，那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社会，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灾变？这是我们一切不善的念头、不净的念头所变现出来的。啊，今天世界的动乱，地球上的灾变异常，我们生活在这感到非常痛苦，啊，心情烦躁，定不下来，啊，这是什么原因？是我们自性里面，自性本来是清净，本来是纯净纯善，迷失了自性，自性是真心，从真心里头变出来一个妄心，阿赖耶。阿赖耶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为什么？真永恒不变，阿赖耶有生有灭。啊，极其微细的念头是我们觉察不到的。啊，频率非常高。啊，我们根据弥勒菩萨的谈话，菩萨告诉我们，最微细的念头，啊，在多高的频率之下产生的。菩萨说，一弹指有32亿8000年，32亿乘8000，100个千是10万。32亿个10万，啊，就是320兆，这一弹指。我们现在科学用作时间单位是秒，那一秒钟我们能弹多少次？啊，我以前讲的大概是5次，我们能够感受得到，有人告诉我不止，可以谈7次，我能接受。为什么？我年岁大了，谈不动了。一秒钟可以谈个4次5次，啊，年轻的、体力壮的，啊，身体很强壮的，我相信他可以谈到7次。那7次。你看，320兆乘七，3×21，2100兆。啊，2100兆次，
一秒钟啊，一秒钟它的波动是2100兆次，我们毫无觉察啊，这是什么？就在我们眼前的事实真相，在这个频率之下发生的是幻想，根本就见不到真相，真相就在眼前。啊，近代的科学家，科学在地球上发展大概400年。400年累积的经验，啊，后人踏着前人的业绩向上提攀升，到最近的20年，才突破了第一个关口，物质现象。物质到底是什么？搞清楚了，搞明白了。跟佛经上讲的一模一样啊！这些科学家对佛经佩服得五体投地啊！他们想的，佛3000年前没有科学的技术概念，他为什么知道？说的比他讲的还详细啊！于是我们就明白了，大乘经里头不但有尖端的哲学，它还有尖端的科学。啊，一秒钟2100兆次的频率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握到的。啊，一个幻象，我们根本没办法觉察。啊，我们看老式的电影，老式的电影是动画的原理组成的。啊，幻灯片，放映机的镜头打开，这一张幻灯片打在荧幕上，啊，再把镜头关起来，换第二张，再一打开是第二张，一秒钟24张，24张就把我们眼睛欺骗了，我们眼睛看到荧幕上。啊，这画面在移动，像是真的一样。那什么，24分之1秒。那我要看真相，真相就是24分之1秒，我只看一张相，一张底片。啊，可以，我们来做实验。我们把镜头打开，一张画面。啊，再关起来，下面的底片全抹黑，没有全抹黑，只留下这一张。24分之1秒，我们看到没有了？看到了，看到什么？看到一道光一闪，就没有了。这光里面有什么东西没看清楚？啊，只看到光一闪，光里头有画面。有完整的画面啊，可是我们完全看不到，它太快了。我们必须在什么状况之下？2分之1秒啊，也就是24分之1秒的一半。一半是12分之1秒啊，
一秒钟里头十二张地平，我们能看到，哎，这里头刚才有树，有人，有房屋，有这个概念，那一闪就过去了，详细看不见了，随着眼能量不大了，现在的科学技术有能力捕捉1000兆分之1秒，能被他看见看清楚，他可以照相，把它照出来，我们能看到里面的真相，所以真相就在眼前，我们听不到，我们看不到，我们闻不到，我们接触不到，连第六意识都想不到，所以我们的心妄心想不到。佛告诉我们，到什么时候你能够看到？经上常讲的八地以上，所以佛不需要科学仪器，不需要用现在科学技术，他直接去看到，他用的是什么？用真心，用清净心。真心为什么能看到？真心不动，你是动的，妄心是动的，动得再快，真心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心里面本具有智慧，有德能，这个观察听闻这是德能，它没有受到障碍，所以再微细频率再高它也看得清楚，也听得明白，它没有障碍，所以他在一念，这一念是2100兆分之1秒，就这么短的这个时间，他能看清楚，他能听明白，这事实真相就在眼前，不是过去，不是未来，就是现在，先前一念。大乘经里面教导我们，我们如果能证得，是心，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是地里面证到第八地，我们这个六根的功能，眼耳鼻舌身，就跟佛差不多了，佛所能看到的我能看到，佛所能听到的我能听到，佛所能接触到的我也能知道，八地距离佛很近了，华严经上把菩萨修正的果位定做52个阶级，前面51是菩萨，最后一个就成佛了，第52位也就成佛了，那么八地距离成佛很近，你看八地、九地、十地、等觉，这就成佛了，菩萨最高的第4个位次。他六根的这个能量完全恢复了，跟佛一样，佛知佛见呢。这话说起来容易，
修起来好难呐！啊，怎么修法？放下而已。放下什么？放下起心动念。哦，起心动念我不知道啊。起心动念就是2100兆分之1秒的那个生灭，那叫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妄心没有了，阿赖也没有了，完全用真心啊，真心极其灵光啊，再微细的它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不可思议！啊，学佛没有别的，回归自信而已。楞严经上所说的，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你证得圆满的果位，成佛了，妙觉如来。你有没有得到什么？没有，一无所得。你所得到是自信本来具足的。啊，没有一样是新的东西，自信本有的。所以佛法最忌讳的是心外求法，心外没有法，你到哪里求？佛法一切向内不向外，所以佛经称为内典，佛学称为内学，向内不向外呀！啊，一切是自己本有的，外面没有一法了。外面全是假的，幻象如梦幻泡影。啊，向内求，一切圆满；向外求，永远得不到。啊，那么自信本具中德，是佛具中德。你证到佛的地位，无量无边，断难呢，通通现前，为世间所尊重。世间是凡夫，六道是世间，十法界还是世间。啊，六道十法界里面的众生对佛尊重啊，所以称之为世尊啊，世间没有比佛更尊贵的，他的心得，他的智慧，他的相好，圆满的显现出来了。虽然如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世间所有一切众生，跟世尊没有两样。只是他觉悟了，他不迷了，现得完全显露。我们在迷失自信，我们是妄心当家作主，不是真心啊！妄心是生灭心，就是这个生灭的念头啊，一秒钟
2100兆次的生命，这是妄心。啊，这个妄心，把真心所变的相扭曲了。啊，真心所现的相是完整的、圆满的。妄心所现的相，像水。啊，我们在湖的面积，小湖，风平浪静，水清澈，没有染污，那水就像镜子一样。啊。四周围的风景都照在里面，圆满照在里面，叫照见。啊，真心见的，那什么叫一真法界？妄心怎么样？妄心就是有染污，水不干净，有波浪，啊，有风，吹起了波浪，能不能照？能照，照得不清楚。啊，十法界的众生心动了，就是他有波浪，他有染污，染污有轻重不同。啊，波浪的频率高低不一样，所以分为十法界。啊，越往上面去，越洁净清净；越往下面去，大风大浪。特别是三途，也可以把阿修罗加进去，人天两道比较好一点。啊，天上很好，有修行，有点定功。啊，虽然有杂念，有波动。啊，不是大风大浪，大风大浪，阿修罗下面魔鬼地狱诸神啊，浮躁到极处啊！啊，最可悲的，最难受的。是地狱，地狱里头有无间地狱啊，《地藏经》里面讲得很详细啊，所以经上讲的世尊，我们每个人都有份，希望我们恢复本来面目，那就叫世尊。佛是世间极尊啊，极为尊重，故称世尊。威者有威可畏，谓之威啊，这个威底下讲的威神。啊，威严众生见到他啊，自自然然产生畏惧中国人所谓威大人啊，古时候我这个年龄还亲身感受，从小就在学规矩，这个规矩
大致上就是《弟子规》上所说的啊，小孩见到老人规规矩矩，见到长辈要有礼节啊，言谈举止都不能随便，像小大人一样啊，管教业呢，从小养成习惯呢，啊，中外对比，中国小孩像小大人啊，一举一动都要符合规矩啊，不像外国的小孩，外国小孩天真烂漫啊，活泼啊，这两种不同的教育对比之下，你就晓得了。所以谚语说，外国是儿童的天堂，啊，是老年人的坟墓。那我们中国跟他比呢？少年的时候，严格的教育，小孩一点自由都没有。啊，都要训练，把他严格的训练，所谓是习惯成自然。严加管教，没有自由。啊，不能随便说话，不可以随便行动，有规有矩，有模有样啊！啊，小时候严加管教，啊，中年的时候学成、学术或者是技能，啊，你能够养家糊口。晚年享福，中国的社会有没有享受？有。什么时候享受？晚年退休了，回家落叶归根，回家干什么？养老，享受天伦之乐。哦，这外国人非常羡慕。外国人是儿童的天堂，老人的坟墓。啊，老人真可怜呐。中国人的享受是放在晚年。啊，像晚年。晚年有福报是真正的福报啊。啊，晚年体力衰了。儿孙满堂，有人照顾，有人伺候，什么都不要操心啊！古时候大家庭，到退休年龄就回家了啊！回家教育下一代啊！工作是辞掉了，他有经验，他有学问。啊，回家跟小孩儿孙们在一起，自自然然就传授给下一代了。啊，小孩接受父辈的、祖父一辈的，啊，绝大多数是祖父一辈的。啊，接受他们的教诲，他们也算人生的经验，给小孩讲故事，小孩都记住了。
啊，对他有很大的受用啊！啊，中国人懂得教育，重视教育，有教育的理念，有教育的方法，啊，有教育的内容，从小。叫伦理，伦理是什么？人与人的关系。啊，关系都搞清楚了，这就有尊卑呀。啊，对长辈要尊重啊，对平辈要有爱呀。啊，对晚辈要慈悲呀。都从小时候就养成了，啊，习以为常，啊，熟透了，任何状况之下不会错了规矩，啊，人有喜怒哀乐，喜怒哀乐发出来都中气，不过分。啊，恰到好处的人情啊，这些外国的确比不上中国啊，这外国从小没人教啊，200年前。外国的文化从日本传到中国来啊，中国也派了很多留学生到外国留学啊，这些小孩功夫还没念成熟啊，在中国做小孩很苦啊，一举一动都要守规矩，到外国完全放松啊，完全没有了，这就是外国好啊，中国小孩的确没有外国小孩那么活泼，那么天真，那么样的放肆啊，决定不许过的啊，这一学外国好了，把中国东西疏忽了，造成今天中国社会的苦难啊，200年前的老祖宗看到现在这个状况，他作何感想？痛哭流涕，承认错了。没有遵从老一辈的教诲。啊，带着这个头。是错误的啊，但是后悔莫及啊，今天的社会前辈的祖宗不愿意看到啊，我们今天算是很有福气，啊，看到了中国前途现了一线曙光。
我们看到有贤明的领导人，古人所讲的明君出世，众生有福啊。啊，国运转过来了，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我们要发愿把它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啊，对自己身心健康长寿，啊，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家富强，天下太平，啊，可不可以做到？可以。啊，只要回归传统的教育，就能做到。中国历史上，网上去看，例子太多了，你能不信吗？啊，中国古人不会骗人，现在人会骗人。他骗自己，他骗别人，所以他不相信历史，认为历史记载都是骗人的。那存这种心，这没福报啊！啊，我们要相信，中国这五千年来做人的标准是五伦。无常、四维、八德，这是中国文化的大根大本啊！每个人都必须要接受的啊！从小就把它养成，是习惯成自然。啊，人是讲关系，人跟人的关系要清楚，你才能尽分啊，明人尽分，尽到自己本分的义务啊。五常是德，做人基本的德行，仁义礼智信，这叫人。如果违背了无常，那就不算是人啊。左丘明在他的著作《左传》这里都说得很清楚，人七常在要心。一个人把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丢掉了，不要了，变成什么呢？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啊！那这个人是什么？这人是妖魔鬼怪，不能叫他做人啊！那么所以古时候的社会这五个字贩夫走卒都知道，都知道做人，仁者爱人啊，凡是人皆须爱啊，义者循礼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想符不符合道义啊，不符合意，不能想，不能说，不能做，
啊，智是智慧，理智不能感情用事。啊，感情用事，你会造罪业。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意志不依感情。啊，理智用理智，不能用感情。啊，最后一个信用，人无信，就不能立足于社会。啊，一定要讲信用。啊，做人基本的德行五个字：仁义礼智信。你通通做得到，这是标准的中国人。啊，四维八德，四维是管仲说的。是对于国家各个阶层的领导人，从国军到我们先讲村长啊，领导人是社会群众的榜样模范要做到四个字，领导做四大事：礼、义、廉、耻。啊，礼就是规矩，他带头做。啊，领导人带头做，哪一个干不做？啊，领导人他的职责是君亲事啊，军事领导，你在走在前面带路，你把大家带到哪里去？这个重要啊，这是他的责任。啊，你是他的亲，亲是像父母一样，你要照顾他的生活，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统统要照顾到，尽心尽力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啊，第三个是师，师是老师，你还要教他。啊，被你领导的这些人，你要教他。你的天父的责任就是三桩事情。啊，君亲事。这是好领导啊。啊，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孝悌忠信，仁爱和平。社会整齐了，国家强盛了，天下太平了。啊，就这几个字。大道至简呢，一点都不麻烦呢。啊，这几个字做到了天下太平。啊，地球上会出现盛世，一点都不麻烦。啊，最高领导人垂拱而治。啊，那么这都是讲的为什么？圣曼宝库里头说：“外实无为。”莫之为为，啊，表现在外面，
有风度，有威仪，仪表啊，人家看到你，自然对你产生恭敬心。啊，民间通常接受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古时候学校不多，啊，教育家负主要责任，啊，国家只是开科考试，选拔人才。啊，主要教育全是家庭，所以家有家学，叫私塾。啊，私塾里面教学，遵守大自然的规律。啊，老师教学生。是采取个别传授的，啊，一个老师能够应付二三十个人，啊，最多一般不超过四十个人，老师才能完全照顾到，超过四十以上，老师照顾不到。啊，必须要开第二个班。家里二老小孩多的话，开两个老师，两个讲堂。啊，他的教学是个别教学，为什么？每个人的秉性不一样。啊，尤其是家庭这个学校。学生年龄不相同，有的十几岁，有的七八岁，啊，所以要个别教，啊，个别教有好处，这小孩有天赋，啊，记忆力很强，理解力很强，他的进度就比别人快，啊，为什么呢？这是个人才，好好选拔他。啊，让他将来参加考试，县考秀才，省考举人，啊，国家考试进士，啊，所谓公民，啊，公民就是现在的学历，啊，最高的学历现在是博士学位，古时候是进士，啊，这些考取的多半将来都做官了。从政的，啊，他们有这资格从政，啊，古时候所以360行，各个不同的行业，哪个行业令人最羡慕了就做官，啊，都以做官为荣，啊，成就自己德行，成就自己的学问。啊，将来从政。啊，为什么从政？身份地位很高。啊，人民就当个县长，父母官了，这一县的人对你是恭敬的，都听你的。啊，你要负起君亲师的责任呢，要做个好的领导。啊，人为什么羡慕呢？因为他工作量很少，他很轻松。为什么？人民都被他家里教好了，没有犯罪的人，没有作奸犯科的。啊，工作量很少，他有的是时间，
外面去巡查，啊，巡访实际上游山玩水啊，啊，一个月有几件案子，就很多了。你这个地方不太平了，怎么有这么多事啊？是家家都交好了，人人都好了，所以做官的人事情很少，啊，他的事件很多，他的心很清净。清净心生智慧，不生烦恼。多余的时间，这些人读书的人写文章，诗词歌赋就这么来的。我们《四库全书》几部啊，超过一半以上都是这些做官的人闲着没事他搞出来的啊，文学艺术啊。待遇也不错，足够于养家啊，所以各种行业里头这最清高的啊，大家都喜欢。可是有些人天赋达不到这个程度，他不行啊，啊不行，老师怎么教呢？老师只教他一般应用啊，与人来往，像写书信、写个契约，日常生活这些文字都交给他啊，他可以学一个手艺啊，所以农工商啊，那是职业，他可以学一个学一行业技术，可以谋生啊，所以他的教育是独立的，像这些种树一样，一根根树苗种树。现在学校西方的不是的，西方把这个横刀切，把树都砍得样样样齐。你看学校一年级一年级程度，二年级二年级程度，啊，不像中国古时候，古时候的种树有小树有大树，它不同的品种它有不同照顾方法，啊，从这个地方你来看，中国古人这个教学的理念跟方法跟现在学校不一样，他出人才啊，人才不是个个都能培养的，要有那个条件啊，适合他自己个性的条件都把他培成有用的人才，所以行行出状元呐，啊，读书出状元，学工啊，学个木匠，木匠也能达到一流的木匠啊，水泥工也能达到第一流的水泥工啊，所以他是你是什么样的本，以这个天赋来塑造你，都能把你造成有用之才。这是古中国古时候的教育理念跟现在不同啊，现在真的是一刀切，真真切切。一般一般往上提升啊，跟中国古人不一样啊，所以中国历代都有圣贤豪杰出现啊，这都是老师有慧眼从学生当中提拔出来。啊，哪一种学这个方式好啊？还是古人那个方式好？啊，为什么？真出人才，他培养人才，他认识人才，啊，他懂得你是什么材料，可以把你塑造成什么样的典型。啊，西方的学校虽然整整齐齐，但是天才被埋没了。他要跟大家受一样教育。啊，所以中国过去教育是输的。啊，往上提升。现在外国的学校，他是给你一刀砍平，
一年级就是一年级，二年级就是二年级。啊，真正天才被收获了。啊，这是教学理念方法，中国老方法超过现在。啊，现在人样样相信外国人。中国这么好的教学理念方法被抛弃了，真可惜啊。啊，古时候私塾教学，每个学生进度不一样啊。啊，天分好的，我们一般讲上腾根器的，记忆力好，理解力好，啊，一天可以读六七百字，从前算字数算的，啊，六七百字，标准是什么？念十遍就能背诵，以这个标准，啊，最高的标准七百字。啊，念十遍就能背下来。啊，那等级差一点的背不下来。好，五百字，五百字背不下来，三百字，三百字也背不下来，一百字，大概差不多了，一百字。啊，你看每个人进度不一样啊。啊，个个都能够满足他的能量，他有什么样的能量帮助成就他。啊，在这个里头提拔。啊，不是一刀切。啊，所以古时候人数虽然小，那个教室心小，他是大学校。为什么各种不同根性的人在一起学，这叫大学。啊，程度不是平等的，它有差异。啊，老师要善于调教，一个人才都不会漏失掉。啊，《圣曼宝库》里都说：“啊，外实物微也，莫之为微；内难测度，称之为神。”后头这两句好啊！啊，外面是仪表，内里都是精神。啊，精神不可思议。啊，称之为神。啊，为神。光呢，光明。自盈为之光，照无啊为之明。自盈是放光，他的智慧，他的德能，在他言谈举止当中就能够显露出来。啊，我们一般人讲风采。啊，能看出来。啊，对于外面境界一切人事，大乘教里面说诸法实相。啊，在佛法教学里面，所谓体相用，因缘果，事理。啊，你看一个人，
看一桩事情，要能看到八面，这是智慧。这叫事实真相，对人、对事、对物，体、相，体是本体，相是现象、作用，像我们看电视屏幕，屏幕是它的体。频道所现的这个相是现象，现象里面所表的是它的作用，它在劝善，它在作恶，这是作用，你能够看到这三方面，再希望下面细细去观察。它有因有缘有果，你就看到因果了。再往两面去看，事上看，理上看，你能对一人事物任何一桩事能看八面，这个人叫有慧眼，这个人是个明白人，不是圣贤，圣贤人可了不起了，贤人能看透，这八面，每一面都有八面，这个人能看到64面。64面，每一面又有八面，越看越深入，然后我们才知道，佛菩萨之可见，佛菩萨看的层面可深了。八面是表面，64面是第二层，还有第三、第四，其深。没有地呀，谁能够彻发地缘呢？如来成佛才能够彻发地缘。这真的不是假的。其广没有边际，其深没有底。谁能？有人能，阿罗汉能，菩萨能，诸佛如来能，究竟彻底是诸佛如来。所以佛陀教给我们要成佛了，不成佛了不能彻底明了，成佛就明了了。怎么成佛？要放下，放下所有的障碍。为什么？所有的这法的根源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你本来知道。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为什么不知道？你用错了心，你用的妄心不知道。你用真心全知道了。所以明白这个道理，这个大前提，你就要晓得应当彻底放下。为什么？假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相是虚妄，念头也是虚妄。真心理念每一年都
正念无念，它起作用的时候无不念，不起作用的时候无念。佛与法身菩萨啊，明心见性就无念，起心动念没有了啊。他的六根起作用是心的，我们六根起作用是阿赖耶，是无明啊。我们为什么不能放下？没有真正知道诸法实相，不知道相是假的，不知道相是虚妄的，是梦幻泡影啊。金刚经上记子说得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记子目的是叫我们放下，晓得一切法不是真的。什么是真的？心是真的，我们的灵性是真的啊。灵性不是物质，是精神。但是要晓得，物质是跟着精神念头转的。我们要身体健康，要有好的念头，自然就健康。为什么他跟着心转？你看我们心里头欢喜的时候满面春风啊，心里的时候有很难过的事情，愁眉苦脸，他就变了，跟着念头变了啊。佛为什么能健康？佛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所以我们能真正做到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就成佛了啊。那你的身体与金刚不坏身了啊。人道无念很难，做不到啊。八万四千法门都要走无念的法门，大乘经上讲得清楚，而且非常简单。你对于一切法，就是眼见色，耳闻声，啊，鼻嗅香，舌尝味，不执着了。啊，内不执着你六根，外不执着六尘。啊，六根是眼耳鼻舌身，六尘是色声香味触法。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执着了，真果了。不执着就真果，证阿罗汉果，清净心现前啊。再深一层，不但不执着了，分别都没有了啊，不分别了，你又深一级了，你的阿罗汉升到菩萨了。菩萨不分别，阿罗汉不执着啊。再向上提升一层，你是法身菩萨，成佛了，就是大彻大悟。什么呢？不但没有分别执着，起心动念放下了，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成佛了。你看多简单，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最后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就是叫你放下执着，执着见思烦恼，放下分别，分别是尘沙烦恼，最后放下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这三种烦恼都放下了，成佛了。所以成佛不是说念很多书啊，不是说知道什么多少，你所知道的、所做的事都有限。佛是叫你回归自信，回归自信是没有限制的。过去、未来，你们有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整个宇宙是自信变现的，你回归自信，自信变现的一切你全知道。你要想学生生世世无量劫，你也学不完你懂得诀窍，不要学全知道了。海贤老和尚知道了这个人老实，没念过书，不认识字，事出世间法他们有一样不知道他的师父那时候警告他，那时候年轻的20岁刚出家了师父教他一句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特别告诉他明白了。明白什么意思？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叫明白了。明白了不可以乱说，不能够指手画脚他就能守一辈子。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你要问我他什么时候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估计他从光碟上看，估计他应该在40岁左右，他就真的了。老师的话说得好那个时候的环境不一样在这个环境里，老师要知道装作不知道，你平平安安过日子就不要发他要出现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他就讲经教学说法了他要出现在六祖那个时代，唐朝盛世，他可以说是祖师了但是生在现在动乱的时代不可以。为什么？嫉妒障碍，必然的所以它是我们现代这个乱世学佛最好的榜样做出这么一个样子来给我们看，阿弥陀佛教他的，他要求往生，他在20几岁就有能力往生极乐世界人的寿命这么长，我认为他的寿命佛菩萨给他的，不是自己，自己的寿命应该也就是70-80。他母亲86岁往生，他师弟海清82岁往生我想法他应该是70-80岁，那么延长了这么长完全是表法，是阿弥陀佛的加持一直要等待那一本《若要佛法行，唯有僧战僧》这本书，他看到了，就圆满了。真的，
这本书被他看到之后，他要求大家替他着想，一生从来没有要求过人给他照相，就这一次。照相完了，三天之后走了，自在往生了，没有病苦啊。往生是晚上走的，啊，白天还干了一天。是菜园工作啊，浇水、拔草、整地，从早到晚干了一天。晚上走的啊，为我们表什么法呢？言语所为，做一天和尚。装一天钟，尽忠职守啊，一天也要做得规规矩矩，一切如法，不能说我要走了可以不干了啊，不是的。你看多么负责尽职，有始有终，表法圆满了，做给我们看的。啊，老和尚为我们表演的，确实就是微光和义。啊，光明有两种作用啊，一种是破案，一种是表法啊，因佛之光明真是智慧之相啊，和是明的意思，义是圣的意思啊，光明合一，表佛所放之光雄蒙有为，明耀甚大啊。下面佛用个比喻，以熔金来做比喻啊，这个我们看见过，黄金在野炉里头的融化，放出的光特别好看。早年我在美国，有个同学，他经营一个首饰店，啊，首饰是假的，不是真金的，镀金的。啊，做得非常好看，价钱非常便宜，啊，像真的一样，丢了不痛心，啊，一副手镯，一副耳环项链，只要十几二十块钱，啊，大概是二三十年前在美国，啊，很便宜，啊，戴在身上真的。看不出来啊，他带我参观他的展览室啊，跟我去的有十几二十个人，我就告诉大家，你们来看，经常常常讲一金做器，器器皆金，现在你看我们进入他的展览室，你都看到了啊，他的样品大概有两万多种，都不一样，全是黄金，美不胜收啊！从花样看，它有两万多种；从质量上看，这个种金
啊，是以静作气，气气皆静。啊，它只有一样东西，黄金。啊，那个时候他生意很好，销到全世界，价廉物美。啊，丢了一点都不心痛。啊，所以呢，黄金在这个野炉里头，它是镀金的。啊，真好看。啊，所以金色光耀，融金弥深。啊，你看到之后，你才知道，啊，非常好看，比喻佛的光明，像融金聚集。故曰如融金聚，啊，底下一句又如明镜，银常表里，啊，银是光银，银者光银也，常者通达，没有障碍啊，啊，海东。景星寺院，海东是现在的韩国。啊，这都是唐朝时候，韩国、日本、越南到中国来留学的人很多。啊，有不少人学成之后回去，都是一代祖师。啊，他说净光外照，名为银表，即通佛身，光明外入。啊，来比喻佛的身体，佛的外表显示出智慧光明，而且非常明显，让人人都能感觉到。啊，外照之光显影，常在境内一同所放光，环绕威严，故云表里。表是外表，里是内里。啊，内里面充满了德行智慧，外面就放光啊。啊，这通常称为仪表。佛身如是，用这个来形容佛身。啊，光明外照，所方之表，从佛的容貌、身体的动作、语言，你能感触到他的智慧、他的德行。啊，这就是光明外照所放之表。显耀佛身，啊，这叫隐表里。表我们今天讲
物质的身体，离里面精神的内在。啊，或者我们讲身心，外表是身，理是心。按上的两种说法，佛身内外应者吧。欲如明镜之镜，啊，这个镜子。光明干净啊，净是没有染污，明是充满了智慧师尊当年在世，一切时一切处让人见到的都能够感到他的清净光明，就是我们经体上的五个字：清净平等觉。这五个字非常重要，这五个字是形容我们的真心啊。清净是离然后平等是力波动啊，波动就平等了，所以清净是解的，持戒所感的，平等是定，是三昧啊。后面这个慧就是放光智慧，戒定慧三学啊。大乘佛法终极的目标就这五个字，无论用什么方法，方法是手段，这个手段是让我们得到清净平等觉。那么你是真学佛，你在佛法成就了。如果学一辈子心不清净，没学到，心不平等没学到，不开智慧还生烦恼，这是凡夫啊！啊，天天诵经拜佛没用啊。啊，山野里面所以是高人，他们每天拜佛诵经绕佛，那什么感恩，干什么恩？他得到清净平等觉了，他回归到自信，就感恩了。表法给别人看，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学佛学什么？清净平等觉。对了啊，我们的心一年比一年清净，这功夫就不错了。一月比一月清净，肯定你决定往生净土，月月都有进步啊！啊，真正得清净心的人，往生到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四徒
三杯酒瓶呢？啊，平等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功夫深的，他觉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功夫浅的，他在方便图里面尚未完成。啊，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那就大彻大悟，生死报庄严图啊。十报庄严图就是成佛啊，不过他还带着有无明习气啊，无明习气执障碍，回归常寂光，就障碍这桩事情。除一桩这桩事情之外，他的智慧神通道力跟诸佛没有两样。啊，我们把这些搞清楚、搞明白，才真正知道净宗法门的宝贵呀！方法非常简单，真正难行。遇到之后，真正能够依教修行，没有一个不成就，而且是圆满的成就。啊，像海贤老和尚圆满的成就啊，他有二十几岁往生，生凡圣同居土；三十几岁往生，他生方便有余土；四十多岁往生，他生十报庄严土，一点都不假了。做出榜样的给我们看了他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啊，连住在别人寺庙早晚上殿，他上殿那些仪规都不会，没修过啊。啊，上殿怎么样？他念阿弥陀佛。啊，你们拜他跟着你拜，你们念念经，他念阿弥陀佛。一生就是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之外，他什么也不知道。就这一句佛号，把清净心念出来了，平等心念出来了，觉念出来了，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理一心不乱。啊，妨不妨碍是什么事都不妨碍，生活佛号没间断，穿衣吃饭佛号不间断。啊，工作他是农耕，农耕是从小学的啊，从小就生长在农田里头，农耕的经验非常丰富啊，农耕的知识啊，得三宝的价值，我相信他的农产品一定比别人好。啊，得三宝加持，
啊，他告诉别人呢，工作农耕不爱念佛，佛号没间断呢。啊，白天佛号不间断，晚上睡觉佛号也不间断。啊，他说有时候睡着了，哎，就会有人在他耳边告诉他：“快起来，快起来，念佛了。”他有感应，啊，真的佛菩萨照顾他，做好榜样给我们看。啊，他见佛多少次？我看他这条的地，啊，应该超过十次以上。啊，为我们证明，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48愿度众生是真的，不是假的。让我们对经中升起坚定的信心，啊，坚固的愿心，决定走这条路，决定走得通。啊，他给我们提出了保证呢。这部经书《大乘无量寿经》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保证书，我们能够依教奉行啊，经可以念，依教奉行就是心愿念佛就行了啊。这个念佛要练，不能把它丢掉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心里就一句佛号啊，干什么事情都不要放在心上。为什么？我们的目标是要清净平等觉，放在心上就是染污，不善的负面的是染污，善的正面的还是染污啊，正面的果报是三善道，负面的果报是三恶道，三恶道染污，三善道也是染污，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断恶修善都不要着相啊，那就是我们用的是清净心来修，用平等心来修，不着相啊。啊，世间名闻利养、七情五欲，统统要放下。这些东西你不放下，障碍你往生。啊，让你这一生的功夫全功尽弃，那就错了。啊，不可以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生无量智慧阿弥陀佛是我们的真心，阿弥陀佛是我们的自信，像闲空老和尚说，阿弥陀佛是我老和尚的根，他的根是阿弥陀佛，我们每个人的根统统是阿弥陀佛，根不能一时一刻离开啊！啊，把这个根照顾好啊！不念佛，那就是念其他的，念其他的都是功过，都是造业。
啊，总不外乎善念、恶念、无记念。无记是无所谓善恶，我们再往下看。岸上念书啊，上面这两种讲法，佛身内外应者，欲如明镜之镜，由镜放光外照，这叫银表啊，银就是照的意思啊，照的这表面啊，所放光明的还照镜内，这就是引力，内外通照啊，这是自信的光明啊，自信智慧对内对外通通照见，汉译无疑，佛光数百千色，有这句经文啊，数千百遍，光身大明，上下明澈，微微重明，皆显隐藏表里之意啊，我们简单的把它归纳，智慧德能就全包括了，智慧德能充满了内心，从六根门头放光照悟啊，我们今天讲耳目聪明啊，看得比别人清楚，听得比别人透彻，这是智慧的光啊，是自信里头本有的，不是外来啊，修什么？这个要知道，修就是放下。啊，为什么要放下？因为本来无一物。啊，这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甚至于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是佛法，到最后一切经教都要舍，为什么？这是佛的方便法，不是真的，一切经论无非是黄叶纸题而已啊！黄叶纸题是什么？小孩子哭在闹啊，大人在外面捏一片黄叶，树上落下来的啊，掉在这个土地上，大人拿这个黄叶，别哭别哭，来，这是好东西，你拿去换糖吃，小孩他就不哭了，目的就达到了啊，逗小孩的。这三藏十二部经教作用在此地，你要认识啊，逗小孩真管用啊。
啊，你觉悟之后它就没用处了，觉悟之后再要这个那就累赘了，不染污了，你错了啊。所以说法上饮食何况非法啊，非法是一切世间法，法是佛所说的一切法，统统要是自性清净心里头本来无一物，你怎么可以有一物在里头？到最后连阿弥陀佛都要放下啊，都要舍掉，可以念，心里头痕迹都不着，那叫真念佛。那念干什么？劝人念的，那是大慈大悲，他自己知道本来无一物啊。这一句佛号是一切诸佛如来究竟方便圆满的方便啊，方便到极处了，你得到这个方便呢，你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啊。到极乐世界还念这句佛号，那是什么？那是完全明白了，一点都不迷惑啊。念这句佛号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报方根，我这一句佛号让我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八界，升到极乐世界啊，我念念不忘，表这个意思。第二个是对众生的表法啊，这个法门一切众生男女老少贤愚不孝，只要你肯学，你这一生就能成就，是教化众生，自心化他了，不离这一句啊，要明白这个意思啊。啊，佛说八万四千法门，你要不懂佛法就害了你，佛不害你是你自己上当了啊。八万四千法门是断八万四千不同的烦恼，对症下药，药到病除，是这么个意思，一定要懂啊。佛法早年头张家大师教我，就是看破放下，这就是真正佛法啊。看破是明了真相，叫看破，放下丝毫不沾染啊，决定不要把它放在心上，放在心上错了啊，放在心上你没有放下，没有放下不是我说于我执，就是说于法执啊，执着佛法不放下叫法执，执着世间法不放下叫我执，这两种执着是最大的障碍。啊，下面这一段，从数千百遍光身大明上下明彻，微微重明，皆显隐藏表里之意啊，都是显这个意思。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